您现在所看的节目是台湾钓鱼乐2023钓鱼趣，要按赞加订阅，感谢您。成果报告，成果报告。哦，今天的战果了啊！哦，这个生利品，这个不是菜市场买的啊、哦。今天这个是这位选手钓的、啊，他今天没有跑到菜市场了、啊。那天他有跑到菜市场，今天没有。有观众在问了。那每天钓那么多鱼干什么了？你们是拿去卖呀了？啊，过来啊！台湾总统加油！快进！装子弹。香啊！打啊！现在大家都唔知啊咧。分。这真正有限啦。啊！比赛有无提醒咧？你吃猪猪的啦，吃猪猪啊！诈骗集团。那露露也太近了。吃猪猪的啦，诈骗集团啊！这个算什么？起头都炸呀！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啊！炸呀！你 OA 拍几号看？装子弹。OA 加油！嘿嘿嘿 ，OA 拍几号？我阿管我是给动的多啊！阿管。开枪！装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哈，装子弹。天气就假吼，我跟你讲。开枪！钓没有鱼在研究啊！可能那个狗仔大门，那个角度排练去。我先买，先买。哦，一组钓竿，换丝木鱼。哇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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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组钓竿，换丝木鱼。哎，那换部队装子弹哦。怪啦，奇怪，奇怪啦。飞弹升起来，飞弹升起来，准备发射了。哎，你这里也有，秘密武器。阿妹，你阿妹，你头多钱呀？钱就容易哦。我靠，你！哦，排排坐了，参加摸奖啊！台湾老人队了，现在正在参加丝木鱼摸奖比赛了。准备开饭店了。哦。跟你乱钓钓不？无哈。我无跟你乱，你无钓钓啦。
今天总冠军了，今天总冠军，今天总冠军了，来，耶！下午班的大家都在等摸彩券呢，那个都投竿下去了，等摸彩啊，没有鱼了，没有鱼啊，来啊，准备摸彩了。第一名的那个鱼留下来，不要拿走了，留下来，等一下摸彩啊，摸彩用啊。刚刚走了，哎呦，哎，你发腰。下午办抽奖，办抽奖。到底会不会得分呢？你没有？得哦，下午举办摸彩，摸到一只丝木鱼。哦，等了一下午了，摸到那个丝木鱼啊！哎，鱼进来了，鱼进来了，开始摸彩了，摸彩了，开始摸彩了啊！摸到一只啊！飞弹部队又来了。飞弹部队来了啦！飞弹部队哦。下晡才抽一只三百二尔啦，剩的无啊啦。哦，这位选手又抽到奖了，刚刚抽到丝木鱼，到底抽到什么鱼呢？哦，下晡抽奖啦，又抽第二只，到底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继续给他看下去啊。结果放走，扣两分。我无来，你无讲，我嘛怕袂晓。中子弹。啊，过啊，莫过来，中子哥，阿哥，枪手。哎呀，赞！哈哈。下午的摸彩，摸到水针了。又来了，到底抽到什么奖呢？哎，好位啦，双响炮，到底谁得分？到了，要搞你个啦，靠腰。无啦，我搞你个。准备得分，准备得分。啊，来这里，卡麦哦。来这里。哦，漂亮。咱无钓，别人钓啊，那不要不要。哎呀，啊，对劲啊，摇。漂亮的。哦。今天最漂亮的。啊，等下姨母来讲，明仔再去钓啦。又来了。小李，
要提起来是赶紧。下课雨，下课雨，准备下课了。没有三斤的不捞鱼。下嘛，拱桥，拱桥上长根哦。升旗。好，预备，外面点。我们这边，他们这边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到位了，给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续下一集台湾钓鱼乐。